望你在我临死前能让我真正的感受一下家庭生活。只要你离开，我保证他一定会爱我。喂，熊总。啊，对，我刚下机，现在吗？哦，好吧，嗯。谢谢啊，慢点啊，别摔着了啊。要做一个大度的女人，不要为小事生气。更不能虐待自己的肚子。小韩，跟老婆请好假了吗？打过招呼了。公司里头传说你喝酒的酒量是海量，是不是真的？大家都夸张了。无风不起浪吧，也不会全是造谣吧？啊？没有，就平时没事儿喝一点儿。哦，好，好啊。喂。喂，罗丁，你先说话方便吗？没关系的，我说你听着就好了。在酒桌上呢，你得察言观色。一定要分清楚谁是酒量好的，谁是酒量差的。一般酒量好的呢，坐的都比较稳，而酒量差的人呢，往往是在讨酒。那么每干完一杯酒之后呢，屁股坐在凳子上，一定是左右转来转去的。当你分清楚谁的酒量好，谁的酒量坏之后呢，那你碰到酒量好的人，一定要躲躲远远的。那么碰到酒量差的人，得狠狠下手了。好好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喝多的。嗯，好，再见。是你老婆打来的吧？她说什么呢？把你乐成这样。教我怎么喝酒呢？哎，你可别小瞧那女人。酒桌上的女人呢，可是不能轻视，像这红脸蛋的，啊，装药片的，还有扎小辫的。这都是喝酒时最怕遇见到的人，啊！熊总，我就不送您了。您慢慢走吧，小韩，好酒量啊，在酒桌上不露锋芒，不咄咄逼人，好品质啊！啊，没有，我不行，我都喝多了。哎，回家早点休息吧，要不要司机送你一下？不不不，我自己歇会儿，你早点回去吧。啊，我们回家。
喂，丽丽。啊，我在公司的楼下。没有，我没喝多，我就是有点不舒服。你不要管我啊，你睡吧睡吧睡吧。嗯，我睡一会儿啊。哎，好。哎，丽丽，干嘛喝这么多？还回不回家了？今天喝多了，丽丽。哎呀，这么晚了你还过来接我，你真好。没有我，一切可能会更好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今天见到他了，他说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你们会是幸福的一家三口人。我现在觉得他说的对，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。与其像现在这样四个人都痛苦，还不如我让出来成全了你们。丽丽，你怎么能信他的妄想呢？我要说多少遍你才能相信我？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不要再因为这件事来影响我们的感情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你以为我受得了吗？你成天往他那儿跑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？可是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和他的感情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就是为了孩子，我能袖手旁观吗？你别总拿孩子说事儿，我都说了，孩子可以拿到我们家来养。可是我跟他商量过，他现在确实是离不开这个孩子。你还袒护他？你别指望我会像过去那样，你们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。那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呢？我理解你的感受，我体谅你的心情，可谁来体谅我呀？谁知道我的苦啊？我每天往他那儿跑，我也很累，我心里压力那么大，我不愿意一心二用。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也需要爱，我不需要怀疑和猜测。丽丽，我需要你的信任，让我们以前的信任继续下去好吗？回家吧。